魔物绝非不可战胜，烛影猎人的宝藏此刻已化作力量汇聚于你们手中。宝藏？难道说是名字，是那些历代烛影猎人的名字？可是我们要怎样？太蒙，你忘了，我们不是还有一项藏到最后的技能吗？烛影猎人不求名利，但永远会回应人们的召唤。烛影猎人沃尔特。 千变万化的幻系师，幻影猎团的行刑人于此显现吧！烛影猎人埃斯特，黄金意志的继承者，暗影猎团的审判官，听从我的召唤。 佩特洛尼拉，秩序与正义的守护者，我最敬爱的烛影猎人。 感谢你拯救了我的朋友，赐予了我最珍贵的友谊。现在，助我们一臂之力吧！烛影猎人，应召唤前来。 于是，魔物被击溃，巫师被讨伐。